最后是走在外侧的变化球三振出局。雷瑞兹在七局下是顺利度过危机，但魔鹰现在对于裁判的好球带非常不满意，还在碎碎念。现在遭到警告一次了，赶快把魔鹰拉回去，我觉得不能被驱逐出场。这个半局台钢雄鹰的攻势也正式画下句点。那个气势就对了，谢谢你们。